在这几年的华人音乐世界里，有两个人常常被歌迷朋友还有媒体朋友拿来做比较，说他们是郁亮情节，甚至是王不见王，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听听他们对对方在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一样的感觉。现在我们问到周杰伦，杰伦，王力宏啊，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感觉的人？其实啊，我觉得他其实长得很帅啊，然后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他除了帅之外，他的才华呢，我觉得真是有目共睹啊。那因为现在的外界其实给他很多的外界给他很多压力，但是他还是能够度过哈。我觉得不管他做的改变好或不好，我都会支持他。但是事情是这个样子，既然你支持他的话，你有听他的歌吗？好，那上面不要吵了，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人世界都变形，委屈他更容易。掌声鼓励一下，周杰伦唱王力宏的唯一。All right. 另外一位 superstar， 王力宏，谈谈周杰伦吧。上面吉他调好了吗？谢谢。那杰伦，我一直觉得都很幸运，能够有这么有才华的，这么优秀的一个艺人，在我们圈子里面，我想，不管是我自己，我也代表所有在电视机前面还有在现场的人，感谢他，写了这么多好歌，而且一直坚持他的风格，而且我也要感谢你，因为你也让我，我觉得因为有你，然后我常常会想到你，我在创作的时候，然后因为你写歌的标准是很高的，所以也会让我自己 push 自己去进步，所以。Ella 在问是要谈恋爱了吗？没有，这英雄惜英雄，请继续。真的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跟音乐。嗯，那如果这么欣赏的话，刚刚有唱到唯一，那力宏是不是也有听过杰伦的歌曲？当然听过。从他的第一张专辑，我就觉得他是很屌的一个音乐人，对不对？尤其是这首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通却又在拷打我，说声你想很久了吧，该给你的黑色幽默。好的，掌声一下。再次给这两位超级天王掌声鼓励一下，他们做了最好的示范。